们按照党章处理。嗯。所以是台北的部分处理，还是我们苗栗会先？按照党章的规定是，还有作业程序，是由我们苗栗县党部先处理，然后再往上呈报。哦，那我们这边会有怎么样的方式吗？处理还不晓得，还在讨论中，对不对？对，等开会的、开出来的结果才怎么样才决定。所以最严重的部分就是不晓得，开会的结果才决定，好不好？